也是场上的队长刘若凡凭借着角球的机会，帮助中国队是取得了领先。这脚球塞质量不错，看看这一次趟过了门将。面对空门，比赛的第12分钟，中国U17是取得了2比0的领先。 这一次又是找到了杨继林，到半场的回传，直接一脚打门，这球又有了。比赛的第27分钟。 U17直接是把主裁判的U17给打崩了，这次又是来自于队长刘若凡。